喽，大家好。自从麦乐叔叔上次去小台豆花吃了甜水面，心头一直暗暗的在想，未必然现在成都甜水面就是这个水平了。其实作为长期生活在成都的人，反而平时很少吃这些所谓的成都名营小吃，原因除了现在的选择太多之外，最主要还是味道变化太大。现在本地人不吃，外地人又吃不出了，商家就更随意了，反正咋个弄都卖到钱，慢慢就整成恶性循环。但是麦乐叔叔是哪个？麦乐叔叔是有125摩托车的人。这段时间走街街串巷后，终还是找到两家巴适的甜水面，南北门各一家。北门在梁家巷，叫妈妈味甜水面；南门在玉林。不过最新消息，北门这家店已经暂停营业了，所以今天就只有带大家去吃玉林这家独面面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叔叔还是改不到废话太多的这个臭毛病。这家店在玉林很低调的开了十多年，名字叫玉子铺。玉子铺这个名字不晓得的，哪个会掐进来吃碗面嘛？再讲，我要一个那个鸡汤饭，一个甜水面。一个鸡汤饭，一个小份儿。小份儿，一个甜水。对。25。在这儿吃嘛？就这儿吃。等等就行了哇。好，要得。老板这儿没灯哦，黑黢黢的。我们没得灯哇，这儿。没，这儿没灯。鸡汤饭，好。好嘞，好。甜水面，好，谢谢。先办一下哈。要得要得。好了，先来说哈这个鸡汤泡饭。鸡汤是用鸡胸肉和鱿鱼一起炖的，鸡肉炖的软烂，汤黄澄澄的，表面一层油猪汁，没有加其他任何的鬼名堂，很浓郁的鸡汤原汤。上次在小店喝到这么巴适的鸡汤，还是在八二干海椒超市。但是很遗憾，非常的遗憾，这么好的鸡汤里面泡的这个饭实在是不敢恭维。入口的这个感觉，米饭铺的任何嚼头，又不像稀饭一样软烂，一个字粉渣渣的。四川同学应该能明白叔叔说的这个意思，汤和饭完全是分离的。这叔叔想起一句诗：“鸳鸯背里成双夜，一树梨花压海棠。”建议同学们如果有机会来，直接点个汤，泡饭就算了。不过这个甜水面，麦乐叔叔要点个大大大的赞，芝麻酱浓郁，红油非常香，甜辣味合理，调味几乎完美。最最最重要的是这个面，这个手工面，在你用筷子夹起来的那一瞬间，就晓得不一样。入口很滑不说，在有嚼劲的前提下，还很松软，爬不上。不像其他甜水面，明显的晓得牙齿在费劲费力的嚼一坨死面疙瘩。这碗甜水面，叔叔觉得是目前成都甜水面的至高水平，一碗吃了居然意犹未尽，太巴适了。对了，如果喜欢麦乐叔叔的片子，可以点赞、关注和订阅叔叔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叔叔最新片子的发布。非常感谢同学们。好了，开干。